是挺好的，操控性。那你觉得这比较有信心吧？你看这车怎么样？车还行，动力挺强的。那个六七零三也还行，吴先生，我觉得在雪地里的表现还可以。吴先生，可已经可以了，上国产车吗？下一位准备1320的赵先生，下一个车准备赵先生。你应该回到我考虑范围之内。